如何让男友主动给我买包？别跟着我去看美女啊！不是，我是看人家背的包挺好看的，我想让你买一个。去哪买？那我们先去吃好吃的，然后20%。谢谢。孟老师，给你吧。去吃。我不喜欢吃，哎，给你吧，挺好吃的。哇，那美女身材真好，好白哦！你之外的女人，我都没兴趣。咋这么好啊？我觉得她那个包也不错，我也得给你买一个，50%。人家说可以在这个上面设计车子造出来，像玩具一样。可以印那种字吗？那种大字？别搞油腻那一套。你放心，就印，没钱买包。前后左右都印上，80%。谢谢。啊，直接就可以开走了吗？用完我还回来就可以了。到了，想吃什么？都到了 IFS 了，那当然是买包了。1%。不愿意是吧？宝贝，我算了笔账，假如我的零花钱能再翻5倍，就有钱给你买包。这个简单啊，不用那么麻烦，到时候直接预支你一年的零花钱就。